嘿，欢迎收看下班计生团，我是团长瑞。本集影片由无人赞助播出。刚在这边登完机之后，要去那边行李托运，竟然是两个不同的地方，不太懂为什么华航就是叫华信，长荣干嘛要叫翼龙？看到我带了什么？奇怪，明明是国内的，为什么要戴护照呢？机场就在这，然后龙福山庄就在那，到了。不好意思哦。哇，蛮漂亮的，应有尽有，也太扯了吧！这是消防所应该住的地方吗？看看浴室怎么样？有不对？哦，有了，哦，蛮大的耶，哦，三山采药的，酷毙了，都很干净耶。以前在离岛当兵的话来讲，有很多莫名其妙的事情被发生，什么被水鬼摸哨啦，被霸凌啦，然后不小心踩到地雷啊，枪要走火啊。那以前的家属是不能够来到离岛，所以说当他这边出事的时候，然后回去就告诉他说，告诉说你的儿子因公殉职，然后8万块，就这样子，才8万，对，8万，以前的年代啊，对，我们说在马祖，民国81年解除战地任务，是在战地任务没有解除之前，这边一切以军方为主。所以以前的人家里面如果抽到金马奖会哭的原因就在这里。因为那个时候养人那么大，电话很贵，然后再来写信也不方便，写信都还要让政战官去看，只能够报喜不报忧。下面这一条会接到一个碉堡，是可以走下去的。这条以前被人他们就是讲陶土甲，他以前被他们叫做龙猫隧道，所以说熊猫隧道那种龙猫隧道的感觉就没有。但是你们也可以下，到时候自己可以下去走一走，下面有个碉堡可以直接走到海边去，是人景。所以你看基本上这边都没游客。哇，这样全部逛完，应该要15天还逛不完。对啊。我只是在仔细逛啊。对啊。所以说我就跟你讲，那两个北一的女生是很充实。他们每一天3点之后，3点下班之后，两个人天气好骑摩托车，天气不好开车，按照我这样的方式自己再来一趟。然后又看网路上，然后就问我说这里是哪里，这里是哪里，然后我就等下班的时候带他们去，然后他们隔天就再来。啊，但是北海坑道我是跟他讲，不要随便去，因为有鬼。没有啊，重点是北海坑道你要看潮汐，你退正涨，你可能走到一半有没有潮水就涨起来了，而且。它有落差啊！你不晓得，你如果整到走到正中间的时候，那个海水忽然给你灌进来的时候，你就好笑了。妈祖的夏天可以玩什么水上活动？夏天
也是我们公司的啦，就独木舟跟上。所以这边也不能潜水。这边没有上。如果你如果喜欢吃海鲜的话，吃螺类、贝类的话，嘿、hey. ，三不五时可以去自己抓一下，自己抓一下，自己回来做、啊。Okay. 因为这边很多，真的很多，就是要抓地方。哎、欸，真的，这边不能放空管。嗯，为什么？全马祖都是。啊，这边不可以用空拍机哦。嗯。这边不行哦，这边禁空拍哦。嗯嗯。啊，你用的话，基本上没人看得到。嗯。这里是我们的北竿码头，你如果要去南竿，要去莒光，就是在这里搭船。那边的船班是这样子，整点开过来，半点开过去。那边有个候船室，有没有看到？有。去那边买票，买完票之后走到这边来搭船。整点开过来的意思就是七点开始开，末班船到五点钟。这边的话就是七点半一直到五点半末班，十点跟三点要注意。一个船是20个人，啊，为什么？因为以前有小三船。来到了碧山观景，哇，开车上来的这个路有多陡啊！拜托，这是妈祖哎、欸，妈祖的路也超陡哎、欸，哇，好大哦，哇，好冷哦，真的好美哦！听说这边是最高哎、欸，妈祖最高的地方。听说中国大陆就在那边，看得到，但是好雾、哦。然后我住的地方在这边，龙福山庄，就在机场旁边。那边就是北竿机场，等一下再去看夕阳。Let's go， 这也太好笑了吧！来迎战喽！这个是在做什么意思？对，去哪？摆设一下。本来有两家便利店，另外一家在整修，就是长前门市。右手边叫北竿门市，两台菜车，一台在这里。我们没有菜市场，只有菜车。新美莲，你要吃马祖酥、芙蓉酥，那个马祖汉堡。买水果的地方、蔬菜的地方很。这个要记得消音。对，阿婆鱼面网络上很有名，它还有这间鱼面鱼翅香。这两家鱼面、鱼饼都可以来吃吃看，但是红包要准备够，就是一买了。一盘炒高丽菜200块，但是它的高丽菜是马祖的高丽菜。我们说板里有三宝：高丽菜、萝卜跟大白菜。这边产的蔬菜很好吃，因为这边的蔬菜叫高山蔬菜，纬度比较偏。